好，问你哦，100块钱可以买50公斤的虾子，那150块钱可以买几公斤的虾子？1公斤半呢？不是1公斤半吗？不是1公斤半，100块可以买50公斤的虾子。100块可以买50公斤的虾子，150块可以买150公斤的虾子。是啊，不然嘞。那么你讲答案呢？75公斤啊！哇，30张宠物攻击卷，宠物魔力卷！哎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好不好？如果我说我是魔工啊，我魔工卷10张没有超过100，我会直接重充。你们嘞？我10张荣耀卷没有超过100，我会直接重充。如果我是魔力的话，你们会这样吗？我肯定这样啊！要相信游戏王吧。先帮我选个位置好不好？我上次去那个瀑布哈，我觉得其实蛮好的。快点，帮我选个位置啊！哎。原来是这样，奇怪哦！268个观众，我们等于是没有半个人，是不是啊？什么东西啊？过气！啊，有聊天室有人啊，聊天室有人，但聊天室没有在打字。我等一下指到哪里啊？我等一下眼睛闭着，我指到哪里，我们就去哪里。哎，我知道了。OK， 坐下。这样子不公平。我先拿一张卫生纸哈，小球去丢，看等下丢到哪里，我就去哪里抽哈。我刚丢到武林桃园，所以我就去武林桃园抽。欸，好久没有来这里。好了，我来金钩海盗船这边冲啊，可以吧？坐车到桃园冲，三小。目标多少？让我想一下。各位观众，让我想一下。我的目标110，好不好？110，全部110，来吧。先来我们的第一抽。你冲10，各位观众，10，各位观众，来个冲到一个10哈，还可以。那么第二抽，各位观众，冲到9哈，各位观众，我抽一个9，来第二冲到9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的数学其实是哈佛大学，我们等一下其实一看就知道是多少，19，张旭。又一个9号，乖乖中，28，中，二十八，哎，怎么都9啊？又9哎，这样可以吗？37哦，37哦，乖乖中，15，哇，加13，耶，耶，加13号，乖乖中。那来到50哦，来了，再我们再冲一下，50，15，加10，60，可以啊，再来加个15，75，加到75去，冲，哇，加12啊，各位观众，加12，哇，运气越来越好了，加12，我们再加个15上去，提升些士气哈，各位观众。72，看这是加9吗？我刚刚加9吧，还剩两卷哦，只要平均加10就好。OK， 81，冲，哇，加11，各位观众，可以，应该超过，刚才是确定超过100哦，这应该是确定超过100哦。
104，谢谢观众，104。降价多少？加12，对不对？加12，哇，104，可以啊，运气不错啊。那我们接下来冲第二个哈，输，加9，再，哎，不要这样啊，各位观众，18。靠腰欸，又9，加个13，提升点士气，提升点士气，加9加，哇，加10可以，提升点士气，提升点士气，再来37，加13，37，加48，加11，可以，加11可以，加11可以，各位观众，加15，哎、欸，加了11对不对？刚又加了11对不对？哇，可以啊。刚刚是48嘛，又加了11，有了，慢慢追上那个平均值哦。再加，这样冲，69才会爽，加10哈。OK， 再来冲69，来，哇，冲到80了，各位观众，加11，各位可以，先这两张卷只要平均加10就可以超过100哈。观众，100显身位，还没有看到，我将滑鼠要移过去了。98，好，下一个，来第一张，各位观众，加10，再第二张，冲，加20，各位观众，再张，冲，加11，各位观众，31，可以，31，再来，哎，男子，现在有367个了，现在有378个观众，我可以问一下吗？这么多的观众中，我相信冲荣耀卷的人不在少数，但是你们有冲过15吗？你们有冲过15吗？我从来没有看过15，我有看过14，我自己有冲过14，但是我没有看过15，有吗？有人冲到15的吗？干，橘子是皮头，是没有放15，他是不是没有放15的数据啊？你只会冲过20，真的、哦？他是没有放15的数据进去啊？花有冲过，真的假的、啊？好，现在31，再来，各位观众来喽，冲，加10，41，冲，哇，变50了，不要这样啊，不要这样啊，再来，冲，60，哎，该回这样10这样成长吧，还可以吧？来。靠腰，哎，各位观众，回来了，现在67哈，67，我跟你讲，我会返回那个局势的哦，冲啊，67加11，可以，有往回一点，加11上去，是加11上去，再冲个加个15，各位观众，加，呜，刚刚冲多少？加10，现在要冲12才有机会啊，要冲加12才有机会啊，冲加12才有机会啊，一样，我们裸冲冲，我手在震抖，来。好呀！